党内已经清楚了，也不用考虑朱立伦，老早就这样讲。那现在大家就是共识，党内的部分就是侯友宜。好，进入到第二个阶段，还有郭台铭董事长，那当然是我们要考量的人选。啊，那最后呢，还要能够来整合这个非绿的阵营。郭台铭的声音也很多，啊，那但是侯市长有侯市长的这个的基本的这个实力都在啊，所以我们很乐见这两位主要候选人，他们都越来越往上提升。我们现在就是呼吁，绝对没有什么非谁不投或者谁要卡谁的问题。你就剩下这两个主要人选要选，你还在卡什么？没有在卡，就这两个，我们选最后看看哪一个最强嘛，然后他们两个都能够互相支持嘛。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